上午何伟镇延平里自救会大约六十人，在会长王正因的带领下，前往关议会，然后来到关府镇长。因表示反对着何伟延平里兴建污水处理厂。反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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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污水厂！污水厂！污水厂！反政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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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黑箱作业！黑箱作业！咱延平里的里民。来议会正式的进程，希望咱官府会使来阮做一届重新的评估。陪同前来的关议员陈瑞宏、何伟镇民代表会主席丁学忠，真关心这件建设的后续发展，为了协助里民争取权益，因声援支持自救会的心声诉求，要求官府重视。今日咱站出来。是为着两个尊重，县政府，你要实现污水处理厂，是毋是要事先和延平里社区遮的百姓人民做沟通、协调、互动？为着咱下一代的未来，所以今仔咱各位士大勇敢站出来，对着这个污水处理厂来要设定咱下人啊不公不义的决定，咱勇敢来讲。阮无爱，安尼好无？好。随后，自救会会长王正因提出一份大约300位里民签名联署的陈情书，因为今仔日关议会定期会进行最后一天的议程，由县长办公室主任罗进万代表县长来接收。哦，我会甲恁的诉求吼转到县长，哦，甲阮相关业务单位来研议评估吼，恁的诉求的部分，阮来研议评估，吼，哦，以上。官府表示，针对里面的心声，因非常的重视，未来会加强甲地方沟通协调，希望双方达成共识，让这件建设案有一个圆满的发展，整个过程理性平和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